又是一年的九月开学季了，各位该上学的同学们也要上学啦。不过想想过不了多久就又是十月国庆了，有没有很开心呢？九月四日，陆毅在微博上晒出一张接女儿放学的照片，并称放学了。照片中是陆毅手牵着贝尔一起走在路上，他还帮着贝尔背着书包，书包上一只大大的蝴蝶彰显了小女生的可爱。而现在被陆毅背在背上真的好萌呀，网友赞陆毅背书包的样子真是很可爱了。而贝尔身穿白 T 恤搭配黑色格子裙的校服，头扎马尾，戴着红领巾，虽然只是个背面也能感受到小女生的青春活力。但是要说这里面最让网友一眼注意到的还是父女俩的大长腿，尤其是贝尔那腿真的是又细又长又直，网友感叹强大基因呀，女儿以后肯定是长腿美女。上次陆毅也在微博上晒出过类似的一张照片，还和女儿对比走路姿势，称练京剧武生和学舞蹈走路姿势就是不一样，没毛病。从这张照片中看出贝尔真的好瘦啊，不过腿型真的是很漂亮。